来，买你，嘴里挑战成功。美女，你那么瘦，搞个这么大一盘，你是第一个女孩子吃六两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吃得完吗？可能吃得完吧，粉不限很多，青菜有点夸张，全家都可以吃饱了。我准备吧，准备留一点吧，给你姐吧。姐，我是不可能的啦。好吧，我等等你。得了吗？得了，开始。开始，半个小时。嗯。美女，你又来了，第四次吧？三两到四两到五两，现在六两，第四次了哦。嗯，拿了多少箱螺蛳粉回家了？三十五，十二箱。上次拿回去吃完没有？嗯。那你一顿袋装要吃几包？五六包吧。五六包啊？一箱才六包哦。嗯。你一顿就要吃一箱啊？你有多少斤？一百零八吧。就是挑战变胖了呀。嗯，胖了六斤。胖了六斤啊？你们玉林啊都那么能吃的、啊？后面这位。我很好奇，你吃进去的东西都装哪里啊？你看你瘦瘦的，你没地方装啊。我感觉这个盆比你的肚子还要宽。差不多。你是不是玉林第一能吃的呀、啊？没有吧，算第三吧。你是玉林第三能吃啊？比男孩子能吃吧，我感觉我。现在几层包了？有三四层。哦哟，粉都快吃完了，才三四层包。哦哟，这么粗鲁啊！端个盘子来吃去啊？没事嘞，反正又没有男朋友。大把多嘛？怎么这次带的跟上次又不一样了？一天换一个的呀。搞得很不好意思啊。男朋友都养不起哦。你吃了那么多，也不见肚子大一点哦。够了。时间紧，任务重了，十四分钟了吧？今天晚上有信心减完吗？不想减完了。这不是说你想不想的问题。阿姨，这个青菜有点可怕哦，难搞哦。青菜有什么怕？他怕你。你不用看我，是我公。你这青菜太老了。有多老啊，美女？嗯，比阿姨老多了，老了养不动。长着长着的，一口干进去了。饱了，饱了就算了嘞。我不饱啊，这青菜太难嚼了。你的牙齿这么利，怕什么？好像有点不想挑战，肯定不成功了。也没有多少啦。我现在说不挑战了，认输了。吃是能吃得下，就是不够时间是吗？那你把粉吃完了，尽量把那本钱吃回来。好像青菜不要钱的吗？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还喝汤哦，不吃了要喝完去啊，不吃了吧，投降了，投降了，不是啊，青菜太多了，吓死宝宝了，不满减完了，你看见我减完满了是吗？现在没有完减怎么办啊？靓仔小弟弟来，我包过来，阿姨买单了，多少钱啊？这里阿姨54，我给你100算了，不用你找了，这么好啊，算了吧，你不帮我减满我还是要找的，不要减我，不用找了，去酒吧我经常给小费。好讲啊，下次你叫我一起去啊。啊，丢掉50，找要什么证呢、啊？有什么了？不丢脸，有什么丢脸？一码归一码哦。对啊，成功归成功，失败归失败。是啊，你来这么多次，你觉得我开玩笑惯了，你不要见怪哦。我也能开玩笑。好吧，不要把老板收了吗？算了，来来，不要他收了。看见他吃的这么差劲，不要他收了。